我只是繁星相声社的社长而已，老话剧。我觉得这个化妆间特别的安静，因为只有我一个人。他们抛弃了我。光看你片片时间就已经看了一个小时了，已经看到第三季了。因为去化妆间化的话，你就不能看蜡笔小新了，他会一直让你闭着眼睛，然后你就只能一直闭着眼睛。所以你是为了看蜡笔小新才自己画的？ 差不多吧，听说化妆跟蜡笔小新更配了。我已经画完了，然后他们都已经回来了。你看我自己的妆，他们自己弄的头发。干嘛？嘿嘿嘿，好妖艳，好。但我换一支贵一点的。 广告都是怎么拍的？真实的是，这个假的都没磨到。广告都是假的，跟你说。哒哒哒哒哒，你们跳的那个运动的不一样，就是它那个它重拍就是在下面的嘛。我们电影学的是上面的，不对，是上，是吗？是吗？
蒙古舞的跳法是往下，民族舞的跳法是往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些往上，有些往下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不知道怎么翻译。哎，不对，流浪的牛是哪个样子？五六七，草原最美的花，火红的赛尔朗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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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'm gonna go to the hospital.